才奉了小姐之命前去探望张先生，写了这个请帖让我带给小姐。小姐要是见了这个请帖，一时脸上抹不开，真得翻起面孔。这小女子怎敢胡乱行事，东地哪里来的意？这怎么办呢？我把它放在妆台之上，看他见了说些什么。请小姐起来晚妆啊。说，好妹妹，你
了他，也换了个兄妹亲分。祖父看在你的面上，我拿过亲儿去告诉老夫人，他还有何面目见人？哄着谁呢？红娘，去递烟过来。做什么呢？待我接过亲儿还他。快快
娘子，你就让我看上一眼，也好死了这条心呐。那好吧，不过您可不要太难过了。哦，拿去看吧。阴风火半开，就是是月亮升上来的时候，小姐在等我。隔墙花运动一时那先生是蔡氏米的行家呀。哟，你瞧我们家小姐对我也留心眼儿。张先生，那您就照简行事吧。我看你呀，怎么瞒得过我去。太阳下山，为何这样难呢？哎呀，偏地了，偏地了，别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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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还去开会。哎，这到晚了怎么还没来呀？红娘子，红娘子，小姐来了。我小姐就在那边了。好，真是小姐让你来的吗？这还有假，我张先生是太师弟的行家呀。别从哪里进，他该说是我让你来的了。小姐不是让你跳墙吗？那你就从墙头跳过来吧。红娘子，
姐，扯到老夫人那里，怕坏了她的名声。我替小姐处分她吧。不知罪，谁叫你小姐，瞧在我的面上，就饶了他这一回吧。啊，起来，起来。
输了您那场戏，还不会病得这么重呢。好妹妹，救人一命，你送去吧。小姐，你可知一生一得离愁病，妙药难医，常断人。好妹妹，不知有方啊。问一。
酒，红娘快来。回家。哟，好端端的为何要跪下？叫你滚，你就滚。跪下就跪下。你可知罪吗？红娘不知罪。你还嘴硬呐？你若是睡，我便让你；若不是睡，打死你个小贱人。谁叫你和小姐到市寨去了？市寨不参去，谁见了？我要见你们去了。知其可也，当初纷飞虎兵为土
就是，如果把小姐送出鸡犬不留，是夫人让长老在大堂喊道，两郎分宿听着，但有退兵之策的，倒陪庄莲将茵茵许他为妻，可是有的？这有的，这乃是退兵之计呀！好个张生挺身而出，一封书信退了德兵，保全了小姐名节，搭救了全家性命。这亲事本来算是定了，谁料您过河就拆桥，宴席上逼了小姐叫哥哥。夫人，您说话不认账，岂不是人马无信，不知其可吗？红娘是替夫人着想，你想啊，夫人您有言在先，小姐就不算月礼，有此一段，全是夫人所逼。红娘是替夫人着想，你想啊，夫人您有言在先，小姐就不算月礼，有此一段，全是夫人所逼。眼下声明已经做成熟饭了，老夫人若不早些此事张扬出去，一来点辱相国家声，二来小姐羞愧气恼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夫人您后悔可就晚了。此事我定要尽快处置张胜这伙禽兽。哎呀，老夫人，您怎么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？若要进关，那官府推降其事，老夫人，您先有治家不严之罪，忘恩负义之名啊！以红娘看来，别人进的关，夫人您进不得关；别人丢的丑，咱们相国之家可丢不得丑。事已至此，老夫人您不如高抬贵手，成就了这段亲事，一天的人根也就散了，岂不是一好百好，免愁免忧？我的老夫人，您何必为儿女之事结怨仇啊？养了这不孝之女，若进关嘛，那免跌入了家门啊！罢罢罢！按崔家入犯法之案，再婚之女也只好成全了这厮吧。红娘，唤小姐前来。是，请小姐出堂。红娘何事？小姐您大喜呢，这是从何事起？是才老夫人问起书斋之事，我就实话实说了。儿女，小姐您别着急呀、如今老夫人叫你去成亲了，快进去吧。刘仁大大正好去见母亲。哎，事成啊，有什么好羞？有我呢。莺莺
人家的名声。红娘，有到市房唤那禽兽来。禽兽，掌声。哎，张先生快来。红娘子，红事。你们的事忘了。好、啊。老夫人的棍子在我头上滴溜溜的。你。我也顾不了许多，就实话实说了。啊，这便如何是好？这便如何是好？你呀，真是个银牙辣枪头！别怕，如今老夫人把小姐许配给你了，快进去给岳母大人磕头去。来。我独是知礼的小无才。哎，快给岳母大人行礼。哦，是是是，岳母大人请上，受小婿大礼参拜。翠家三代不招不义女婿，你明日就进见府侍去，我与你杨卓媳妇此番进京，得了官来见我，若不中啊，休来见我。老夫人以后再启程吧。秀文一进，不可迟延，明日一早启程。Thank you.
将啊。赵氏，今天啊，既是自家亲舅儿要拘束，俺今日将应允许礼，到今世幸日没了俺的孩儿，要曾国状元回来。今生此去必然高祝，小生托岳母玉应应应吧。战Thank you.
先生，天色不早，该启程了。娘子保重。